特大红门。三到四只的，这是虾黄级别的，拆个盲盒啊，一定是微冻，我这有点解冻过劲了，微冻会更好吃，脑子黄会非常完整，这个里面黄满满全是虾脑虾黄。播出恋爱脑的满黄大红芒，黄有颜色深颜色浅，脑子有颜色深颜色浅，剥开了。